银色轿车直行，撞飞机车，向前滑行20公尺，零件碎片瞬间喷飞，满地都是。听到声而已啦，但是听到声煞会看人都倒中啊。女驾驶穿着短裙闯下大祸，第一时间马上下车，慌张的走到路口查看，也打电话叫救护车。40岁的机车男骑士重重摔在地上，全身擦伤，骨盆骨折，整个人动弹不得，被固定上担架送医治疗。台中东区的惊悚车祸发生在仁和路跟台中路口，6号下午2点多，机车轿车都是直行，但27岁女驾驶好像很赶时间，竟然闯红灯撞机车，车毁人伤。另外在彰化也有夸张意外，一台清洁队回收车疑似驾驶没注意车前状况，撞上路边的箱型车，严重毁损，接近报废。换成我们自己是消费者，你去买一个车祸事故的，虽然说他说有清理干净，可是你回去买回去，你衣服里面有玻璃碎片的话，这样子是要算保险公司的，还是要算我们业者的？车主是早市的服饰摊业者，他说损失恐怕破百万，但跟公所协调后，保额最高恐怕只有30万元，后续还要再沟通，希望拿回应得赔偿。记者陈淑伟、陈光仁、云杰，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脑力后自己需要睡眠，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，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，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。还有主播出任务 DTI 444。